抉择耶。我去拿弓箭的。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哥，今日要耍的游戏就是《奇迹宴》啊，等了好久终于公测，你赶紧来看一下，伊是咧比啥物梦咧？哦，这就是伊的职业吼，看一下，战士啊，这敢若跟电脑版的差不多啊，看。战士和啊，这个是魔剑士，哇，凭空相向，战士是剑术专家，精通双手持剑，拿双剑的啊，他是生存能力最高，所以应该是一个弹脚啊。然后魔剑士诶。就是算是半弹啊，也是有伤害啊。再来看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什么？魔法师，华丽的魔法，控制最强，应该就是专门在控制别人的，他们 CC 怪物的啊。啊，这个是元素师，那个输出就比刚才那个高一点嘛。来看第三个，弓箭手握，哦吼，一把，前凸后翘的，还在靠我靠，辅助能力。辅助能力最高啊！啊这个是哦，猎魔人，哦吼！看了，猎魔人灵活比较高啊！抉择耶，我去拿弓箭的。如果以挑老婆来讲的话，我应该会挑这型的吧。好，换了，取什么名字就不用我多说了。快来看一下它的游戏画面啊！哦，这是沙密啊！哦，刚才那跟战袍嘞。虽然这件也不错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刚才战袍比较好看。欢迎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引擎啊，降到二级啦，哈哈哈。
将为你带来崭新的黎明。进来，进来，赶紧开始，赶紧开始。来我这里登记，我会帮你管理网站。哦，我战袍啊！招打天下，好羞！战盟管家，怎么要去倒位？哦，这也是玩战力的哦。看我现在玩几分钟而已，我真的就4253，厉害吧？十级啦！啊，嗯，看这个画面，有点怪啊，把我头拉开了。嗯，这样好多了。我看刚才这个样子，呵呵，有点奇怪。新技能了，快来放下放下，哈哈，放下，呜呼，好帅哦，呜呼，嗯，这个人跟我一样，这个是妹子啊，加一下，呵呵，交交新朋友啊 ，OK 的。啊，总之我觉得手机版做的流畅度还不错、啊。玩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感觉让我顿的，整个就是跑很顺，而且画面也做得蛮细致的。嗯，完全无泪哥啊，太神了、啊！哦吼。看大家都在拼命的说，拼命的说啊，感觉这又是一个坑了、啊。
这里只要一个运气就跑出来啊！大家想玩的话，就想清楚哦，因为你这个一玩你就停不下来，你看，你被射歪了，看这个画面，可以一打十哎，好啦。接下来我就慢慢自己打。我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想看更多影片呢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叫做羽电，羽毛的羽 ，G 是大写的 G，然后 AME 小写。想看完整版的影片呢，就订阅我的个人频道，叫做战神阿克 Aris， 战斗的战，天神神。惊讶的 R， 可以的可，大写的 A，RES 小写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